这个调节阀是调这个力度的大小的，调这个力度大小。现在的产量是每小时160公斤，每小时160公斤，60千克。现在主机是最快，放到最快了。这个字是那个再生料，字是这个再生料。这个是升级版的那个稳刨机，放旋转。Yeah.